乔拉拉希金门表演。嗨，大家好，我是九应。今天呢要去金门，然后我现在在要等托运行李。然后其实我觉得国内的航空他们还蛮贴心的，就是如果你有带乐器的话，他们都可以帮你机边托运，你就不用担心你的行李啊，然后跟乐器全部会撞在一起。哇，真的好久没看到飞机哦。好久没出国哦。然后今天还是一样，一个热到爆炸，可是就觉得还是要全程戴口罩。真的是，虽然台湾疫情已经比较缓和，可是其实全世界还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一点。而且我今天还穿就是防晒外套了，哦，真的快热死了。但是因为我很怕冷，所以上飞机的话就是又怕会冷，所以就还是先穿着。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一次带去金门表演的这把吉他。那我这一次去金门带的吉他是这把 Takamini 的。那我觉得它这个盒子做的还不错，就是除了有很多金属扣，就这个金属扣是可以保护好这个吉他。还有其中一个金属扣是有锁的，也就是说，就算你要搬也搬不开。但是这个吉他盒呢跟吉他就总共要7公斤，所以我把它搬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重。出发来去金门，先来看一下飞机外面美丽的天空。哇，我录这个真的是录到手有酸。如果你没有去过金门，我也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从松山机场飞到金门大概只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那因为飞行的时间非常的短，所以呢，机舱上面也不会提供食物，只会提供水跟饮料。那在飞机上呢，我也继续在画我这个月的乔拉拉，因为专辑排程的关系，每个月我需要完成一幅主题的乔拉拉。那六月份呢，我就打算要画我跟我最心爱的白色阿妞妞吉他。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马上要下飞机。我下飞机了，然后现在要去找我的那个机边托运的乐器，它在哪里呢？不好意思，请问我那个机边托运的乐器是在哪边？你有跟台北说你要有机边你吗？按下行李牌号，请看一下什么东西。哦，吉他。吉他吗？电脑。这个可以。它有没有？这张吗？哦，帮我看一下尾号64有一个吉他寄托乐器，帮我拿上来。我尾号64，你稍等一下哦。好，谢谢。哦，就是他们的那个机边托运会有一个编号，然后你要把它粘起来，然后你到了金门之后，你就是要给他看这个，然后呢他就会帮你把机边托运的吉他拿给你。哦，在这里有看到吗？哦，来了来了，我的吉他。谢谢。这一排是64还65？64。可是我是65。对啊，这是你的吗？对啊，可是他给我64，是不是给错了？有，还是你原本有托运行李吗？有，我也有托。哦，那这是你原本托运的行李，他应该还有再给你另外一张。你有两张哦，好像在他上面。我好像贴他上面。哦，这里这里这里。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很重哦。小心哦。谢谢谢谢谢谢。好啦，就是这样啊，我拿到行李了，那我要
去拿我的那个托运的，就是衣服那些的行李，然后呢，等一下还要去。好，谢谢。等一下就要去饭店了，所以就待会见。我觉得每一次出来玩最开心的就是哇，看到民宿的那一刻，很漂亮耶，而且很明亮，干净。而且我刚刚还就是问一下窗口说，请问一下，就是金门有外送吗？然后他就说，有啊，我们有熊猫。我就说，那太好啦，那我就完全不需要出门了。因为他本来问我说，如果你有想去哪里的话，可以跟他说，然后他们如果有空可以载我去。但是你知道这天气真的，你看一下外面的天气，真的看起来有够热哎，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觉得我应该不需要，我就是待在民宿里面就好。而且因为我想说可以待在民宿里面拍一些 vlog， 所以对，我明天才会开始彩排，今天其实一整天都会在民宿里面，所以就是这中间可能就会想要拍一些比较短篇的一些 vlog， 然后介绍一些我的最近的专辑的进度啊，然后以及就是我之前的就是去演讲的时候拿到的回馈单，我想要就是来回复一下这些回馈单上面的问题，那就先这样子咯。结果我一整天真的都待在民宿耶，所以我们直接 day 2吧。其实我回来剪片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蛮害羞的，有一种少女闺房的感觉。没错，就是来看一下少女刚起床的时候长什么样子。早安。又忘记录到化妆的片段了，哈哈哈！本来才跟大家就是称赞了一下我的这个吉他的盒子啊，没想到它就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锁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正面反面然后都完全插不进去，所以我的吉他箱目前就是打不开的状态。我在表演之前呢，我等一下要去找锁匠，看能不能把这个把它打开，怎么会这样？就是有时候计划真的是会很赶不上变化，就是你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你的吉他竟然会有就是吉他打不开这个状态。然后因为其实我刚刚也有打去给那个卖我这个吉他盒的卖家，然后他们就说冷静啊冷静啊，他一定是可以打得开的，但事实证明就是我已经把它用尽了各种方式然后偏方弄了两个小时它就是打不开。然后也要很谢谢就是有很多专业的吉他手，他们有给我一些意见，就是说以后啊这种硬箱啊就是最好是用大力箱把它粘起来就好，就不要上锁。然后也感谢就是另外一位吉他手，就是有跟我说金门有哪些乐器行是可以帮忙的，谢谢大家。然后我等一下要先去开锁。吉他了，啊，一只是什么？那你喝。
今天演出的窗口啊，他们带我来了一间咖啡厅，叫做转角咖啡。这间咖啡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怎么会吓到？啊，居然有小布！你妈在用吗？嗯。几位？两位。这间咖啡厅呢，有贩卖一些鹿茸的商品以及酒。那听说老板本身是有一座养鹿的农场，那这两只可爱的小鹿呢，就是有时候会来咖啡厅做客。那这间咖啡厅呢，其实就在我今天要表演的地方后面的巷子里面而已。如果大家有来金门玩，可以来看看咯。我去表演了，小鹿拜拜。其实上，因为金门其实大部分都是福建人，那金门这边他们讲的闽南语其实跟台湾也有点不一样。对，我听不懂哎，因为他们讲的是金门话。对，我真的是听不懂，就是我觉得那个腔调跟我在本岛听到有一点点差距。对，会有差距。比如说像金门人如果跟你说闽南，你知道闽南是什么意思吗？别，我们台上金门人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乔伊闽南是什么意思？哎，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弟弟，什么意思？什么事？对不对？闽南就是什么事啊？很难联想哎。对，就是什么事？就是冒该事情。直接互相翻译就对了。很难联想哎，因为如果在台湾会怎么讲？会说你被冲啥？对啊，你被给抖哎。闽南，我还以为是什么饮料。因为我现在有一些歌有版权的问题，所以为了避免争议，就没有放表演的影片。拍谁？太开心了！表演完之后，换上了一套很轻便的衣服。A show。然后呢，表演完就这一次的演出，真的很开心，因为我得到了一个很棒很棒的评论。首先，先来就是。看一下我今天的宵夜，哈，是鸡汤。这个是主办单位他们帮我买的，说是金门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间鸡汤。然后是这个卤肉饭，也是听说是金门非常非常有名的卤肉饭。这水杯好像不应该放在这里。然后他们金门的奶盖茶超可爱，因为我超爱喝奶盖，爆炸爱喝奶盖。他们是用铲子这样挖，好赞，好快乐。演出完之后大吃特吃，就是快乐。我每一次来金门啊，真的都可以感受到金门的人，他们给我的浓浓的人情味。我今天拿到超多礼物的，像这个就是金门县政府他们送我的一个，这叫做什么呢？好 ，anyway， 它叫做 sports fan， 就是你平常在运动的时候，你就可以挂在这边，凉凉的，很舒服。然后还有这个凉感的这一条，也是金门的，可以拿来辟邪的，叫做什么灰？完蛋，我忘记名字了，而且我手机现在在录影，我把名字补在就是荧幕上面。这个是金门的特产，然后你在路上会看到蛮多小朋友啊，就是爸爸如果抱着那种襁褓中的婴儿，哎，这跟我这个衣服是不是一组的？就会用这一块布，然后它是吸湿排汗的，就是让你夏天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子挂着，很凉爽。那还有收到的一个超棒的礼物，也就是金门高粱酒，嘟嘟，哇，金门原酿。这一瓶金门高粱啊，其实我之前可以喝酒的时候我有喝过，我觉得非常好喝，而且反而这种越浓度越高的啊，我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喝下去的那第一口的感觉我都觉得不会很呛辣，我反而会觉得有一种很甘醇的感觉。我现在头发好像很奇怪，
好，没关系，现在就是一个演出完的放松。然后我还收到了这一包，哦，这是什么呢？天哪，来自于黑糖特产行，原来是这个手工长寿面线。这好赞哦！这个就是在家里面，如果肚子有点饿的时候，就可以随便煮个什么配料啊、菜啊、蛋啊，把它丢进去，然后就会可以吃得很饱，真的很棒。然后还有金门高粱金牛角，以及牛肉角，以及金门特产猪肉干，随身包哦。然后牛肉干。很赞，我真的很谢谢，就是每次来金门大家对我的照顾，尤其是金门的朋友啊，刚刚给了我一个很棒很棒的评语，让我听了非常感动。他们说呢，其实金门来过很多知名的艺人，那我可能不算是那个非常知名的，但是我是让他们愿意坐下来好好听我唱歌的那一个。而且就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们却愿意花时间来认识我。然后我刚刚在金门吃东西的时候，也有被金门的大学生认出来，他们还跟我说你的为什么长得好看还会失恋很好听，真的是谢谢你们啊。我发现我从头到尾都看错地方了，我一直看到这个反光镜，我应该要看镜头的，糟糕。然后，要讲什么？演出完之后有点失忆啊，讲什么啊？哦，之前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演出，然后竟然还有金门的朋友特地从金门飞过来看我表演，真的很谢谢你们。我真的觉得在台湾这么久啊，竟然受到最热情的对待是离岛金门，我觉得非常的受宠若惊，连我自己的家乡苗栗国我都没有受到这种公主般的待遇。大家早安啊，我现在在金门要飞回台北的金门机场，但是因为今天有一点起雾，所以我们延飞了。各位朋友好，这是登机前的广播，搭乘华上空1684早上9点前往台北旅客请注意，重新邀请长者行动不便陪伴幼旅客，今天座位排数在第12到17排旅客请先由2楼12号通小登机，其他旅客请先稍后。稍后登机时请出示登机证及身份证件以备查验，谢谢。可以登机了。那跟大家就是稍微总结一下我这一次的一些来金门表演的心得好了，就是首先第一个，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托运会让我的那个吉他带被锁起来，真的是很恐怖。然后我这一次回去我就没有上锁了。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可以免费来这边住啊，跟有人帮你付机票钱，很爽。的确啦，就是工作出国或者是到离岛都会觉得蛮开心的，但是也没有真的这么爽，因为像我这几天就是都还蛮累的，因为其实周居劳顿加上还是有很多要准备的工作，还是会蛮耗体力的，好吧，有可能是年纪的关系。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看了这一集的 vlog， 这就是这一集的所有的内容了。因为好像大家都登机了，我看大家一直往那边走，那我们就回台北见咯，拜拜。我觉得超好看的，对，这个乔拉拉的贴纸呢，就是我大概印了1000多张，那因为它